完成飞跃试驾不难吧？难的是三星达成。有一群街头车手不喜欢抓地力，就喜欢极限运动。他们设计了这些夸张的飞跃点，速度不够快可飞不远。啊，真想帮车子装上翅膀。 前方是热弯职业赛车联盟极速赛车场。
车，我铁定抓你。铁定抓你！前方是溶洞景区瀑布观光点。